啊，今天上海太多人了，你看这公园什么，人太多了，啊，等一下喝酒吃饭去，啊，人太多了，今天的人还不算多，到了明天多，明天谁出来啊？国际饭店，就是过去的海的饭店 Park Hotel。你知道下面那么多人，每天24小时排队在卖什么？卖那个什么？上海的叫无敌树。啊，你看人，你看那么多的人。啊，我们到那边吃饭去喽，喝酒喽。啊，这是那个上海吃饭一条街，啊，也是最有名的，在南京路旁边，叫黄河路。你看排了那么长时间，你看卖无敌树，啊，你看排那么多，我们吃饭去喽，啊，好了，就拍到这里。